行政院总陈建仁给带领的新行政团队先前就上一面，有关客家事务人事的安排，在引起用人议论讲南北有争吵。现在客家会三位行政首长都是北部的行业，像主委杨长征及是苗栗演员，副主委方祖明同主港客，一两个人呢都是新竹演员。就引起朝野有人质疑讲，也南北来比呢，客冲是北部。曾经认识的两个团队主打文案辞退参议，合肥非政府副主委邱前梅张四十二岁的前民进党客家副主任朱光杰来接。不过也没实质到合肥非三名行政首长都是北埔行业，这也当作争议有政治的考虑。整个客委会的布局当中，似乎是反映了2022年选举的时候呢，那么民进党在北部严重的一个失利，那么他们现在把重兵，尤其是客家的这个重兵全部都放在北部，那我们也看到了，民进党在整个人事布局当中，完全是以选举作为考量。就连民进党强党立委对案内嘅人事安排未见头听，对绿队内嘅立委张家斌同你讲人事发布过后，听听超多面书行发文章，讲绿队要按到按针调嘅人才，也把美绿队字体做副主委，实在当大上。八年推动，还有你绿队哈，到过去安两三年。大部分的工作的机会，我们老地方上有更好的接触的机会。我们希望未来，除了新竹人，我们这个大会所之外，我们希望发展推动，还有我们除了南埔的对一片的客家总体体的发展，未做得到。跟地方政府来好好合作。面对重北强南的争议，但将合肥副主委朱光杰前三个部长始终无本南北，合肥非没发布新闻稿澄清，客家事务政策推动系全国来做，都当充实各地资源的平分。后续市政委员咯，杨钱爱这个来监视，客家新闻是用政府分支台北报道。